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刚刚呢，收到一个箱子，这是我在 Amazon.ca 订购的植物灯。没有想到呢，会这么快，我是前天晚上才下的订单，相当的意外，有点开心。我现在呢，就把它打开看看。盒子呢，比我想象的呢要小一些。这个连盒子上面连一个图都没有。一共呢是两件，一个呢是三个光管，一个呢是两个光管。我现在呢把两个都打开了，差不多，都是各有一个转换器。然后它的两个光管，植物灯呢，基本上呢都是红蓝光，但是呢，我选择了自然光，黄色光。他说是全光谱，因为无论如何呢，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红蓝光，因为实在是太难看了。我的那个兰花呢，都是放在living room，所以红蓝光呢是很难接受。所以呢，我两个光管呢都选择了这个自然光。那我现在呢，正好有一个插座在旁边，我把它，插上呢，看一下。你看这个下面呢，就是一个夹子，你可以夹在你需要的地方。这样好难打开的这个夹子。那我插上，看一下它们是什么样子。那我现在插上了。这里呢有一个开关，有调节的地方，有定时的。插上，打开看看吧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先不把它夹起来吧，看一下光是什么样子的。黄色光，看起来还不错啦，可以调节。这是定时的，那这个呢是调节光的多寡、量的大小。这个呢是明暗，我在外面呢，其实我肉眼呢是看不到它的光在动，但是从相机呢看到它不断的在跳。我现在关掉了，我不知道这是跳是怎么回事。这个呢是第二盏灯，结构呢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我挑的都是最简单的，下面的一个夹子。但是这盏灯呢有三个光管，同样呢是黄色光。这是一个开关，也是可以定时可以调节的，转换器。现在呢也把它插起来看一下，打开看看。这个光呢是白光，我买的其实都是黄色光，但是没关系了。我买的呢都是全光谱，因为我不希望呢看到红蓝光。可以调节，这是现在是两盏灯，下面是一盏灯。它是这样调节，有一个定时的。然后这个呢也是可以把它的灯泡呢关成一个、两个或者三个。这个呢是灯光呢减强减弱。那看起来这个的确是，只要你一调节这个光呢，它就会开始跳。最强的时候呢，就不跳了。刚才那个也是同样的。这样看起来呢，或许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就是今年冬天呢，为了植物入室以后呢，我准备的两盏植物灯。
希望在冬天光线不够好的时候呢，能够给我的植物呢增加一点补光，有一点帮助。等过几天我把它们装好以后呢，再给大家看看效果，谢谢。